在圣诞新年到来之际，从圣盖博永康院老人健康中心传来阵阵优美的歌声。这是该中心的负责人麦志明、李勇、吴子琪和永康院合唱团团长杨杰老师与耆老们欢歌笑语，齐聚一堂，共同迎接圣诞新年的到来。圣盖博市议员廖清河、蒙市市长陈藏兴也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。他们在致辞中向耆老们致以节日的问候，并祝大家健康快乐。永康院的负责人还给三位模范会员颁发了嘉奖状，感谢他们在中心付出的辛劳和贡献。今天很高兴，我们永康院呢，准备开一个很大的 party。那在我旁边呢，有我的拍档叫 Wendy 小姐，然后有杨老师，很出名的音乐人，然后还有我们中心的负责人之一Tony Wu，一个庆祝活动应该是非常丰盛的。嗨，今天很开心哈，就希望就是大家都开开心心，每年都这样子，老人家健康长寿。我就很感谢中心的领导、公司的老板呢，给我这个机会，就让我们中心的长辈都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一个圣诞节，还有迎接新年。我觉得谢谢咱们这个永康园，他这次办的这些活动，他们对老人的关爱，特别是对我们华人的这个社群，我觉得他办的这个活动，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。我也同时希望能够通过他们这个活动，能唤起我们在美的华人对我们的老人要关爱，一定要多多的关心他们。随着欢快的音乐，永康院合唱团的团员们演唱了歌曲《奇异恩典》、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、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，还有男女生二重唱《梨花颂》、男中音独唱《故乡的云》。永康院舞蹈团的团员还表演了舞蹈《孔雀舞》、《烟花三月》、《珊瑚颂》、《圣诞伶仃》等。永康院的耆老们在中心这一温暖的大家庭里，老有所学，老有所乐，老有所获，活出了健康，活出了美丽，活出了生命的精彩。美洲卫视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。